是不是我的十八岁？老师，赢他还有十八。偶像曹曦平能够压抑自己容易生气的情绪，不被任何乱源干扰吗？哎呦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如果说你要离开我，请趁时间来告诉我，请趁时间来告诉我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不要偷偷摸摸地走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年，像上次一样等半年。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如果说你真的要走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把我的相片还给我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在你身上也没有用，我可以还给我妈妈，我可以还给我。是不是我的十八岁？老师，赢他还有十八。什么六十八？六十八年次啦！你才三十二岁，是演哪个戏呀？你哪个跳？你是跳包尾吗？跑！我好好意思跟你好好话。还跳的完全跟我的节奏都不一样的。哦，来，白群你死定了，你自己解决哦。你为什么接这个通告？嗯，你怎么敢来？你像气大哥对吗？其实他跳爱的初体验就错了。真的讲，你们长得还真像。好像哦。不是你刚刚唱的歌，为什么接那些台词怎么接的？不是啊，你刚刚那很多段都没在唱，我知道，我帮你接啊。先给你弄五万呢。对呀，对呀。你换些羽毛呢，项链，你干什么？个子跟我差一大截，丑八怪。不丑吧？大家评评理，谁是匹马的呀？我都，当然是你呀！怎么会是我？我们不敢评，对不对？阿丽亚呢？是不是我的十八岁？曹曦平早就过十八。不要拍戏啦！不，算了。给吧。什么？我六十八。你还说我六十八？六十八年次。对。说你很年轻呐。其实我很讨厌他模仿我，哎。真的吗？我非常讨厌。但讲真就还有几分像。而且曹大哥，几分？曹大哥，真的演艺圈除了他，真的没有人愿意了。对，这个通告敲好久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人家宁愿去给鳄鱼咬，他都不敢来上这个通告。而且他刚刚上通告前还问我说：“怎么办？我刚等一下真的要模仿曹大哥吗？”他还在担心。对呀，真的是。他刚一边模仿一边那个嘴角在抖，他也没什么特色啊。好。你不会唱歌？他会，他会，会，他会吗？他会那个五月天的，很像哦。对，真的吗？超像了。是。陪你熬夜，真的吗？没有对过 key 吗？他说他没有对过，宪哥这句话可以当歌星吗？不可以，要不然你就自己开一个 key 唱，对吗？什么叫你直接唱嘛？对 key， 直接来嘛，来 one two， 是大家好，我是五月天的阿信，你就唱吧，你哎呦。
陪你熬夜聊天打包干也没关系，陪你逛街逛成扁平租也没关系。你不要学曹西饼好吗？请你不要学曹西饼好吗？让我重生健康 OIG， 让我重新认识 LOV。才一样，还可以唱吗？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只是人长得丑的脸，丑没办法，这不能怪他，对不对？可是他模仿你耶，就代表他唱。你刚才模仿我吗？对吧？很丑吗？你又在讲我？太丑，我会不会讲话？真的？不是啦，我是叫他不要这样乱讲。哇！你刚讲，他讲，你还给你拜访，不是改变。我是说。不要这样讲话，我打他的手，打我的脸啊！对了，我要打脸，他手伸过来。青哥，你们通告费真的很难赚。哦，你每次来，我都好像跑了5000。我们就我们三票好了。好，我个人觉得过关。你真的吗？真的过关吗？这件事情你要处理，好吧？我跟他有交情了，好不好？我过关，你呢？我抗议！你抗议到立法院去啊？不是啊。如果说曹西林过关的话，那刚刚我也应该那你应该被关。你那个整个词辣了一大堆。不，哎，他都我只代表一票嘛，还有两票啊。你这个老贼，我过关过关，你这个歌太好，唱太好了，一点不受影响。朋友还是老的好，来来来，真的，你觉得？你们觉得？你们过关。你讲话，你干嘛不讲话？只要有一票没过关，通告费就减半。凭良心呢、啊？不过关，不要跑，都不过关，嘟嘟，回来，喂。杰克，你别害我。哎，冒怕死啊！冒哎，走光，哎，走光，观众会走光啊！现在肯讲实话的年轻人已经不多了。刚刚他不是要闹我，其实前面那两个我还 hold 住哎。没有，是因为那两个在跳那个舞。曹大哥是因为 Patrick 拖累你了。对啊，要是只有你的话，当然过关啊。没有，他一直在我那个歌词里面一直骂我。对，我唱的每一句歌词里面一直骂我。所以应该是 Patrick 通告费减半。所以我跟宪哥其实是说，你过关，你过关。对，没有啦，他知道我通告费不便宜，像我这样砍半，我怎么回去啊？那我坐计程车，你帮我付啊。对呀、啊，没有，是砍 Patrick 的。你我这。哎哎哎哎，来叫急！丑八怪为什么要给你啊？哎、欸，那你再来回去了？对啊。谁要你在丑八怪，他不可以坐同一个车了，我宁愿坐公车回家。哇，哎、欸，你们两个要他开车，你坐旁边的画面，很好笑。匹马聊哎、欸，真的匹马聊了。哎、欸欸，那个拦酒驾的哈、哦，一拦下来，哎呦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里面坐两个曹西平嘞。好笑哦，真的是。后来又到下一站又被拦下，太讨厌了，嗯、又拦着，哎、欸。哎哎，里面有坐两个 Patrick 的，长一样是两个 Patrick， 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好好好，不好意思，这个要严格执行，没有通过，愿赌服输啊，那怎么办？好了哈，谢谢，谢谢大哥 Patrick。